还请诸位安息，战友们。阁下奋战的身影实在令人赞叹，竟然有此等强者埋没世间，在下仿佛正目睹龙腾玉飞之英姿。一同奋战之同袍，彼此含笑道别之后，战死于沙场，为守护天下万民，在下到底该何去何从？龙一般强大的阁下，您为在下指明了道路，在下赵云愿凭一柄铁枪闯荡乱世，面前总有百万大军挡我去路，愿如麒麟一般开辟一片崭新的太平之势。战死之同袍，thank you。